创意小组嘅首次活动。你知唔知乜嘢系创意啊？创意即系创造新嘅意念。咁写作点解要有创意啊？创意即系话文章与众不同，譬如话有独特嘅感受同埋见解咁啦。讲得啱。咁创意嘅根源系咩啊？想象力。想象下，记住发挥想象力的要诀是自由、无拘和大胆。原令我联想起在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，天穿了窿，点算啊？当我参加环保活动的时候，我会想象自己是补天的女娲，飞上南极的高空，攞五彩石来补青天。都几有创意啊！发挥想象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，最常用的是联想法，即是透过事物间相似或者相关的特性去联想，就在联想的基础上想象出新的形象。看到完我就联想到三楼，小时候那时婆婆帮我钉楼，而我就帮她穿针，现在婆婆在天堂都不知道谁帮她穿针了。由原联想到三楼，再想象出天堂的情景，都几新颖啊！你啦，小琪。圆周上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，使我联想到公平公正的法律和那位司法女神。我想象我将来做了大法官，维护法治啊！先联想再想象，你哋三个想象都几丰富，几有新意啊！写成文章就是有创意的作品。到你啦，阿山。原使我联想到太阳，从而想象出一位好似太阳咁灿烂嘅姑娘。唔得，冇啲新意。记住，新颖独特系想象嘅基本要求嚟噶。圆使我联想到月亮，从而想象出苏东坡喺月下吟诵《水调歌头》嘅情景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其实发挥想象力，除咗联想之外，仲有其他方法辅助。譬如呢，譬如假设法，即是提出假如式的问题来展开相丰富的想象力。如果你试下，假如有一天有一颗小行星突然向地球飞撞而来，地球只剩下三日时间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运动中的星球是圆的，假如人都是圆的会怎样呢？对某个事物进行多方向、多角度的思考，就是多向思维咯。在这么多思考方向里面，十一个方向是多数人的想法来的。跟多数人的想法不同，甚至相反的想法，难道就是求异思维？最有创意的一定是求异思维。现在我就讲个连城杯的故事，但是我只是讲上半节，你们就试下用多向和求异思维续写下半节。在古代的边疆地方，有一个国家成日受到邻国的侵袭，年年战争，百姓都很渴求和平。聪明美丽的公主就协助老国王，经过多番努力，终于和敌国的王子蛮多缔结了和约。王子听日就要回国，在这一日，老国王和公主就设宴为王子饯行了。这次我们两国能够缔结和约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是社稷之福，百姓之福。希望贵国能够记得我国的大恩大德。王子殿下，战争则两败俱伤，和约是双方努力而成，又怎可以说是贵国的恩赐呢？和平得来不易，大家都应该要珍惜。至于功劳归边一边，又有什么紧要呢？人来，尽走。珍异宝啊！呢三只系先祖遗留落嚟嘅国宝，
连城杯，为了表示对和约的诚意，特别用来款待殿下你的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歌舞助兴。真嘅，和平固然紧要，但系国宝亦都唔可以丢失噶噃，点算呢？下面就轮到你哋接住讲啦。从多向思维嘅角度嚟睇，就可以有无数嘅结局；但系如果从求异思维嘅角度嚟睇，就只系有少数嘅结局有创意嘅咋。我谂到啦，呢个系我写嘅提纲。王子实在欺人太甚，我哋唔能够再委曲求全。国王陛下。在下应不胜酒力，就此告辞。殿下请留步。咩事？殿下有冇听过不问自取为自投呢一句话？你咁讲即系咩意思啊？请殿下将国宝连城杯摆低，置好酒。连城杯？点解唔见咗噶？边个咁大胆？王子有冇听过贼喊捉贼呢一句话？公主竟然够胆冤枉本王子系贼！我亲眼所见，你仲想抵赖？公主点啊？人嚟！公主竟然够胆侮辱本王子，看刀！要命第二杯，殿下请抉择。哼，一只杯啫嘛，有几巴闭啊？俾翻你，小心！为咗一只杯，竟然够胆侮辱本王子，好，我哋走，快整顿兵马。老师，我捉得好唔好啊？你嘅构思系多向思维嘅其中一个方向。发现自己啲贵重嘢俾人偷咗，梗系要抢翻翻嚟啦。老师啊，咁呢个方向系咪最平常、最多人谂嘅方向嚟噶？冇错啦。在多向思维入面和大多数人相同的想法就没有创意了。而且这样做王子就落不到台，两个就会重新开战，就失去了维护和平的意义了。要以求异思维创出新意，就要揀条最少人行的路。我和小陈夹埋想了另一个结局，就从王子告辞讲起。殿下请留步，本公主有一事想劳烦殿下的。什么事呢？殿下桌上的连城杯不翼而飞，不知道殿下有没有察觉到呢？连城杯为什么会不见了？哪个这么大胆？是咯，哪个这么大胆啊？公主不是想怀疑本王子吗？没有，我只不过想不通哪个可以在殿下的眼皮下偷走这连城杯呢？刚才本王子看歌没看得那么入神，被人偷走了隻杯都不出奇啊。难道是斟酒那个宫女真是胆大包天？连城杯乃是镇国之宝，我又怎敢当庭偷窃呢？仲想抵赖？如果不是你，难道是尊贵的王子吗？无谓多讲，拖出去斩。冤枉啊，公主救命啊！冤枉啊，公主冤枉啊！哎呀，做戏就喊得出来点啦。哎呀呀，又似你，临到死期啊，佢都唔肯认噶。立即将佢斩首，以儆效尤。且慢，睇嚟贵国真系重物轻人。王子你何出此言呢？只杯再贵重都只不过系死物，人再卑贱都系条人命，重死物而轻人命，仲话要追求啲咩和平啊？讲得真系精彩，确实有人重死物轻人命。眼白白看着一个咁青春美丽的女仔含冤而死，就是不肯攞翻只杯出嚟。你说她是不是重杯轻人呢？
如咁啦，我哋大家一齐眯埋眼，公主就由一数到十。如果个连城杯出翻嚟嘅话咧，本王就不再追究。嗯，好。咁我而家开始数噶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嘢，连城杯翻返嚟啦！我讲完啦，算唔算求意思维啊？好多人都会想怎样让抢返隻杯返嚟，但是令佢自己攞返出嚟呢一点就好少人会想到啦。呢个应该係多项思维之中最少人想到嘅方向。呢个应该係算求异思维啦啩。求异思维嘅要诀係既要喺众人意料之外，又要喺情理之中。小琪嗰个故事虽然出乎意料，但係情理方面仲需要推敲。唔通王子出咗问题？梗系啦，王子系比较野蛮贪心嘅人，又点会珍惜一个宫女嘅性命啦？如话到你讲啦。我嘅大纲同小琴佢哋差唔多，冇咗只杯，国王都唔知点算好。公主就话佢有办法。在下应不胜酒力，就此告辞。诶，殿下你就咁啊走，真系有啲扫兴。陛下点解咁样讲呢？因为公主几年前出外游历，学咗几套西洋魔术翻嚟，都几神奇噶。本王想叫佢表演助兴嘅，但系殿下你，公主献艺千载难逢，在下都好想见识一下。都系雕虫小技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不过既然王子吩咐到，咁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西洋魔术不外乎都系变啲嘢出嚟，有乜稀奇嘅啫？如果公主有本事变啲嘢走嘅话，咁在下就真系佩服啦。变啲嘢走，岂不是不问自取？王子对呢方面有兴趣啊？在下只不过系想见识一下啫。好，咁就勉为其难啦。睇住。诶，公主，你做咩冚住殿下前面张台啊？父王，王子要我变走啲嘢啊嘛。王子殿下，请问披风下边乜嘢嘢最珍贵啊？梗系连城杯啦。好，变。公主真系神乎其技，只杯去咗边啊？王子殿下，只连城杯已经变咗喺你左手嘅衫袖度，唔信你摸下。是啊，公主果然神乎其技啊，佩服佩服。看来连城杯不是国宝，公主才是无价之宝。惭愧，我看和平才是无价之宝啊。王子自己拿回出来，但又不伤和气，又被对方落台，无损和日。在多向思维中，这条路可能只是得阿如画一个人行，这些就是真正的求异思维了。现在可以总结一下用求异思维来创意写作的步骤。先用多向思维法，从不同的方向角度想出同一样东西的不同开端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局，想出多种可能性之后，跟住就是从中揀一个最出乎意料又合情理的路向。那这个路向就最有创意了。你们真的越来越厉害。故事还比较容易有创意，但我们平时写的那些文似乎很难有新意。譬如写我的老师、我和老师之类，全部都是写老师怎样关心同学的。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之类，都是写父母关心子女。用求意思维应该点构思啊？我想可以写成同学关心老师，子女关心父母咁啊。应该咁谂，你哋翻去试下。好啊，好啊，等佢啦。